训练成功，而且他本身力气往前技术的特长的。巴基斯坦这么大的国家，但是在历史上真的没错，他们保留很多传统文化，现在现在重现。你跟他说的就巴基斯坦了哈，你跟人家阿基斯坦的，我们应该是在巴基斯坦这边打官司，不是不算算其他国家哈。巴基斯坦是阿美国的，对哈，这个关系你跟那个嘛巴基斯坦和阿美国的打法，本身就是那个。啊，是国家没有在，你看你刚才来来问，我就把他那个划算了。